据媒体报道 ，TFBOYS 成员王源不止节目中反应机智，生活中也是一样。他过去曾经一秒破解屋外粉丝手机的 WiFi 密码，原来他连上外头粉丝的手机热点，发现写着热点名称是王俊凯老婆的 WiFi， 灵机一动输入王俊凯的生日，没想到就这样破解了，让人不敢相信竟然这么容易。早前王源在机场开了自己的热点，不料显示了自己的大名，在工作人员提醒后，王源把热点任性的改成 April Free WiFi， 粉丝纷纷留言，强都不服就服你。